小家伙，脾气倒不小，真招东哥喜欢。往哪跑？呀！哎呀！ 回去再收拾你。放了他吧。他是灵妖。放了他。我当用火蟒虎，抓个灵妖给他打牙祭。我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你用他喂火蟒虎？啊！我就是抓只灵妖。 仙女姐姐，你那儿嫩得晃眼。